方，但不在于迷失方向。别害怕黑暗，总会有星光。别沮丧，爱总有希望。勇敢想象未来要变成怎样，不再彷徨，光明日子在前方。有多少艰难你我一起。我 guarantee 我们肯定做政府。为什么？我指的是中央政府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们明年自己有情报，我们的情报分析回来，林志祥、潘丽娜、安华，国会有222席，只要112席，我们就改朝换代。当然，你不要给我112这样少，因为很多破盖跳来跳去很危险。你要给，就给我们赢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明年自己算，内部情报绝对没有吹水，自己看的。我们将会在5月5号晚上赢125席。125席，更重要的是，来自警察一个 unit 叫做 Special Branch， 政治部，政治部很厉害的，他们扮鬼扮马的，扮安哥啊，扮小姐啊，扮 taxi 佬啊，然后到处收风啊，写报告啊，选区分析啊，偷听电话，他们一个报告给他拿去，林志祥。在政治部里面有一个二五仔，那个二五仔的名字我今晚告诉你，那个二五仔就是 Ruffin 哥。 Ruffin 哥这样一份报告，在政治部里面的高官本来只给他去看，他 photostep 多一份给林志祥。你知道那个报告写明年5月5号赢多少席吗？145席。报告给你，你不要去买 Maggi 面，不用怕。现在全马来西亚的妇女都不用买 Maggi 面，只有一个妇女要买 Maggi 面，那个就是拿去的老婆罗斯玛。你听好，我的时间不够，我在这边演讲只能够讲一个重要的 point。你们有没有一些公务员的朋友，包括做华小老师的？他们很怕，他们中降头，中了光头。我现在来跟你解降头，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解一招。很多华小老师讲，没有我的老婆也是做老师。以前很多朋友讲，哎，问你老公，我们做老师的，我们也是想投火箭，但是听说那个选票有 serial number， 投了火箭会被人家 check 掉，如果 check 到的话，我做老师可能会被开除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很多公务员都很怕。我跟你讲，不用怕。现在我没有叫你反政府，我叫你换政府。华小老师是跟政府打工的，对吗？对，5月5号，你是跟我们新政府打工的，对吗？但是我们华小老师讲什么？哎，那个选票有新兵单位的会签到的哦。哎。心率难的不是拿来 check 你的，比如我们在 KK 有多少选票，5万选票，我就拿 KK 作为例子，不会5万，选举委员会印5万张选票，12345是给邱邦要打，11张邱邦要，12346给李光耀，12347给陈光耀，但是邱邦要打12345没有骂，是邱邦要打吗？12346李光耀没有骂吗？12347陈光耀也没有骂吗？所以李光耀、邱光耀、陈光耀投什么？哪里 check 到？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好不好？但是华小老师中江湖中很深，我还是怕哦。我的学校老师每个都这样讲哦。好了，我现在用最后一招来跟你解江头啊！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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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华小老师，如果5月5号早上。投火箭，晚上开票，国政输了做反对党，请问他做反对党怎么样欠你呀、啊？对吗？
晚上开票，国政赢了做政府啊，他做了政府还要签你妹。听到逻辑，广东话讲，佢输咗，佢点样签你啊？佢赢咗，佢仲使乜只鸠你啊？明白吗？心同明言，五月五我们干掉这个托盖政府，五月五林北做政府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安华准备要做新首相，林志祥准备做第一任华人副首相，林北准备做反贪污新总监。分上头，不要投那些杂八烂的，不要投那些独立人士，不要投那些什么本土党，没有了。马来西亚就是一个，我们是主流政党，托盖的就是国政，赢得胜利的将是我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